你不说话，我挂了。回来吧。笑话，你个大骗子！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，骗我事儿怎么说？不就还人情吗？我回头我还你。回来了，我给你补习功课，当做补偿。复习功课，我这复习的挺好的，我都会，我用着你帮我复习。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你不说话，不说话我真挂了。稍等。稍等。稍等什么稍等呀？喂。哎。喂。月纯。怎么没有必要？都几点了，他肯定睡觉了。才不会，你看现在才几点呀？不好！魏叔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他跑了，这是，这应该是他的吧？走，魏楚。魏楚，魏师兄。我们跟丢了，没关系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不过我家附近安保严格，那混进来的一定是有备而来的人。那既然小区的安保严格，那我们去调监控把他找出来好了。不行，那个人身手老练，他一定躲开了所有的监控。对了，小雪拿出来，我们找到了这个，一个发卡，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啊？这件事儿，你们不用操心了，交给我就好了。万一这个黑衣人再来，需要我们两个留下来吗？嗯，不用了，今天是我疏忽了，下次不会让他有机可乘。魏楚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一只老鼠而已。老鼠？你骗人！这老鼠。多大个啊！你被打劫了吧？师哥师姐好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晚上好。晚上好啊。晚上好。你们继续。啊，继续。还不赶快走？啊，我们两个也是刚好路过。哦。然后不打扰你们了，晚安。师兄师嫂，晚安。不是。你不说呀？解释一下。